从光明的土地上来的冒险家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我没事，你不必担心。偶尔，我也会想起生命之树。你拿武器的样子倒是挺标准的。我的美貌可称得上是惊若天人。被魔物围堵时，必须保持冷静，开拓新的道路。你不会期待我说好久不见吧？对这个世界来说，更需要的是要找最好的铁匠，找我就对喽。愿你所到之处都有女神的祝福。哇，真是件有趣的事。如果我弟弟还活着，差不多就是你这个年纪。有时我会进行一些关于魔物的研究。我会用黑暗力量帮助你。啊，什么事？我一直在等你。你我好像是头一回见。只有努力的人才能成为有钱人。我没事，你不必担心。
要想获得宝物，必然需要能力。我的美貌可称得上是惊若天人。你好像和其他的人类不太一样。哇，你真的愿意接受我的委托吗？什么事？嘿嘿，今天又是充满力量的一天。你不会期待我说好久不见吧？你想问我什么问题吗？有时我会进行一些关于魔物的研究。哇，你真的愿意接受我的委托吗？你好像和其他的人类不太一样。请你堂堂正正地进行战斗吧。嘿嘿，今天又是充满力量的一天。你想得到更强的力量吗？愿你所到之处都有女神的祝福。你好像和其他的人类不太一样。
愿你所到之处都有女神的祝福。